查看冰箱里面的内容物，你必须要打开冰箱。但现在呢，你只需要轻敲两下，就可以看到冰箱里面的内容物，可以方便省电，完成你查看内容物的一个动作。另外呢 ，LG 的门中门的设计，可以让你方便取用你常取用的饮料或是食物等等。另外 ，LG 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就是当你走到靠近冰箱的时候，有一个智慧感应门的功能，它会自动开启冰箱门。当你站在冰箱前方的时候，地上会有一个 door open 的感应光源，当你伸出脚，冰箱的门就会自动打开。那当它感应到没有人的状态的时候，它也会自动的关闭。另外，里面设计了有冷冻保鲜封夹的设计，它是利用冷流的一个技术来维持冰箱里面的温度，达到一个长时间保鲜的效果。接着看到下方的部分，下方的冰箱门打开之后呢，会有一个智慧感应式的抽屉，打开之后抽屉会自动的推出来，让各位消费者可以更加方便的拿取比较深处的食物。那另外关起来之后呢，它也会自动的将抽屉收回。有 LG Signature 敲敲看门中门冰箱，可以让你完成整个食物的保鲜，另外呢，也可以让你保有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哇，小凤主厨，刚才我们有看到这个你最爱的功能，对不对？是，就是我们直接找感应就可以打开冰箱门诶。你要不要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到底我们这个冰箱如何成为你的心头好？我第一次看到 LG Signature 悄悄看门中门冰箱的时候，我是先被它的洗练低调然后又奢华的外形给吸引，可是实际操作以后就觉得它那个功能性还有它的效能是超乎你想象之外。这些不但可以刺激您创作烹调的灵感，也会让你做菜变得更有趣更方便，所以也希望在场的各位嘉宾也一起与 LG Signature 悄悄看门中门，一起打造属于您自己个人的厨房。